跟店长说了，我再把钱退给他，再搞一个一百几十块钱的套餐给人家吃。我什么都不要，你就是要笔钱。出现这个问题，监控也全部查了，卫生局也到这里来了，这个店长呢，他也得到了处分，我这个月也肯定要扣他1000块钱。